杀这么快，给他打出来。现行。 哎，完了，生命节奏给他叠起来了。哎呀，这波其实不该上，因为太远了。这波真不该 EQ， 有点小亏啊，这种换血，但我比他多一瓶药有点。 好恶心的环之钩啊！还好这种环之钩在我这边，帮我被恶心吐。 拿下！哎呦我操！哇！喂喂，帅！我操！太爽了！这才是英雄联盟啊，家人！太美妙了！ 感觉空气都变清新了，哇，好舒服啊！我有50，这把给你们玩。我有50，这把给你们玩。我操！我操！太爽了！太爽了！5分钟5个人头的艾克，180发枪，我现在一个 Q 就能训练成兵。 太变态了！哎呀，阿道杀了我，操！这么预判到吗？我的大招。 有点臭啊！我的残影，这波没残到，好可惜啊！阿道杀了，阿道伤害绝对够，我这个装备，我这个装备阿道伤害绝对够，有点可惜啊！这个大招没中吗？我感觉稳中的，讲道理，这个大招我真感觉稳中的。
has been slain. 被看到了已经，啥？哦，好电信，这波线吧，换的。 哎，刚才把暴女杀了巫妖了，好可惜啊！我刚才这个苍蝇不失误的话，巫妖了。哎，我这个大招不应该不中啊，感觉我这个时间点二回去挺准确的，能吃个塔皮不？ 给我买这个，给我买这个，买绿豆坦，保一下绝对专注的血量。正常这种时候是不用买的，但是150就买一下，因为你带了绝对专注，你这个绿瓶可以。 稍微维持高血，去，慢一点，我操，皇子，太变态了，最喜欢的打野啊，帮他打，帮他打。 哇！加文士是真吕布啊，太猛了！什么情况？第一把的队友这么夸张，这把这么变态，好爽啊！第一个，等下再买个暴力魔杖，直接买法强不管血。 不要怕，只有懦夫直播才会一直往后走。
十五分，十二分钟两件套，有没有要完的？赶紧为我五十，直接发号。十二分钟两件套的艾克，有没有要完的？我就是未来，太变态了，这把纯人机呀、啊，太爽了！我操，三百法强，十二分钟三百法强，什么概念？直接站住，一上去就是站住，给他两个致命节奏都打不过。这就是十二分钟两件套给我的自信。想象一个世界。怎么断尾？宗师大师。三叔，新手的涂鸦，年来的神话，好肉啊！我一套三皇秒不了的。这名字人人夸耀，好像的名利。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这血量豹女应该一个 EQ 搞不死我，哎呀完了，被发现了，豹女在上。哎呀，这个你这是找死。太肥了，一分钟一个人头，完了，闪局结束，咕噜西，最爽的一把，这几天最爽的一把。